上帝外之前，甲你讲一个笑话。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就是有火星的一个查甫人啊，伊心脏病发作，就送去到分处。送去到分处了，无入去安尼手术室，就是要来动手术啊 ，operation。动手术的时阵呢，伊就大病倒了，伊就自刀甲煮，煮啊煮，我一罐就过哦。吃一个人看病啊，严重时阵，养在恁耳朵嘛。主啊主，我这心脏病一罐就过哦。然后上帝又讲，你一罐一过，而且过价我四十倍。然后伊个手术做了后，唔影是伊过关哦。然后伊迈出去，伊又发现迈离开老文处，就大去老文处位，然后做腰椎啊、拉皮啦、啊，然后腹部抽脂啊。减肥啊，整容，规身躯整容啊！啊，甲几个月后，伊行出外口，行出个分处外口，即行出外口，互车撞死伊啊！伊互车撞死以后，又起啊疼痛，伊要找上帝，上帝啊，上帝，你唔是讲我有加四十年命的咩？上帝讲歹势，因为你整容啊，未整容啊！另外，这是一个笑话。另外，意思是讲啊，如这结论是啥物？结论是讲啊，你往后尾无想生，你就去整容啊。如想生，你就去整容，你未尽意，上帝拢未尽意啊！哈，啊，对对啊，这是一个笑话啊。OK， 今日我要甲分享的是一个地方，来到最深的所在。那是路圣经，请你拍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到第一节到十一节，六 chapter five verse 1-11 verses 1-11。啊，这条经节啊，那是伊来讲，我过嚟都读翻嘅圣经啊，《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用圣经和合本来读落去啊。耶稣徛伫街哥尼撒勒伊后边，众人就来杀伊，来抗伊，来挂伊，要听上帝道。伊看到两顶尊到伊，河边个位，这里富贵人就离开了，船去西门了。有一只船是西门个，西门个，耶稣就坐起，就白起，请伊将这船来。换走伊离开这湖的边，了我坐落来，我开始就去准备加到这人。第四节讲了后，西门就对西门讲，将这船驶到到最深的所在，路旁来掠鱼。第五节西门讲，先生啊，我为咩出力掠无着鱼？但伊按了的话，我无。夜盲了，第六节，因有夜盲了，我抓了真啊济乌，减淡薄先生讲，减淡薄伊个盲要破去。第七节，我叫了伊个抓乌个同伴来帮助伊，因而来，我将乌堆满落地船，这船啊差不多要沉落去。第八节，西门彼得，我看到个我坠落去。就去耶稣的脚踏有头前讲：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第九节，伊甲一切同在的人拢真了惊呀，这个梦掠虎的代志。第十节，伊的伯呢，西比利的囝雅各、约翰嘛是安尼款。耶稣讲：西门，莫惊，从今以后，你要疼人了。第十一章，然后将这两只船划了、靠了岸，就放落所谓来跟地耶稣了。阿门！来做这祈祷。今日你让圣洁家天父将这个钢带、将这个那弟兄们对拜在高天主中，主恩高样的耳啊，恩高样的目睭，何样的听得到，何样看得到上帝那边来讲的话。主啊，求你在天顶。流落到天顶，流来万呐，何往吃了的巴雀，何往吃了的冬瓜雀，了生命改变。主，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都有看到这个所在，咱知影这个经文正熟悉，咱读过。安怎款耶稣何要
每道其中第要紧的是这个彼得西门彼得这门道。咱来看今日要来看几项物件。头前呢都看得到啊，咱来看到头一个开始，咱看到啥物件呢？耶稣是真正无闲去做工。第一章到第三章，咱来看到呢，耶稣真正无闲去甲人讲道理，甲分享道互人听。但伊这要要听上台耶稣讲道，阿门。但你真奇怪，就是第三章要注意看，这耶稣八顶准无去。伊干阿去顶船，即船叫做西门彼得的船。伊爬起个船呢，也开始工作。兄弟们，我要强调鼓励你们，无管你面对咩问题，咱个主都无闲，咱个主真正做无想无想，无停无停做工务，伊袂袂记录。兄弟，你个船到底是阿咩船？无要是无要紧，第主要的是。耶稣无有，耶稣有起无起的船。今日咱看到西门彼得和伊的人生拄着伊的事业拄着问题，规暝劳苦抓袂着稳时阵呢，耶稣选定了起的船。耶稣起了西门彼得的船，叫西门彼得大西门彼得的船为做新业之主。今日看到啥物物件，即要甲你讲物件呢？无管安怎分好。无闲的耶稣，无闲的耶稣会停落来，来安排会料理、会处理的问题。有时咱拄问题上济啊，拄问题上久了，咱感觉讲，哎呀，上帝到底甲我同在无？上帝在到底有听我的祈祷无？假如我都知影，这挣扎有时到来提醒，后头亮灯，后头纪念，后头讲。无论安怎款的地脉，无论安怎款的环境，无论安怎款的闪闪哦，耶稣愿意进来你的生命中间，进入你的船位来加入白白做工。这就是咱的主耶稣。卖怀疑，卖想讲，哎呀，主啊，唔知有了解我的问题哦，主唔知帮助我哦，今日定稳。当彼得面对伊人生的问题时阵，耶稣无放下伊，耶稣无忘记伊，耶稣去到伊船来，对面，即。了，咱来看，如果继续来看呢，圣经讲，你注意到第二十六位，伊讲物件，伊已经为咩了无着牛马了？那我是大基富春大呢？我细细汉误会就对我阿姑出海掠鱼了，所以我知讲掠鱼人会坎坷。等到我一个掠鱼人不爱的时阵呢，捡拖网了，分鱼了，头尾做的是咪要洗网，网也是无洗下了呢，都免下做免出海掠鱼了，因为是伊个盐水啦，伊捡的物件盐多啊，变啊你网歹了，就规个网无用了。所以看到啊，西门彼得遐规班的人掠鱼掠无半项好啊，可能掠到真侪三八的人虾啦、咸鱼啦，一大堆物件要捡咧三八人伫个。圣经讲伊啊，就是西网。西网今日咱会今日话来讲啥物？收工咯，也已经收工了，也已经放杀了、放弃了，也垂了到无的所在了，也已经放杀。下面圣经讲。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西门不是唔捌耶稣，西门彼得不是唔捌耶稣。若是你注意看第四章的时阵呢，圣经讲个物件，西门彼得会调五看白发烧时阵呢，耶稣去西门彼得的厝，甲伊七折臂，不是伊，不是折臂，伊调嘛，折臂调五会发烧，你发烧提了。耶稣大基之前已经看到经验到耶稣的信仰了，哎，所以西门已经经验到耶稣的信仰了。今天单单是调母发烧了，谈到异地的信仰是无够的，家里几家出面讲无够的，无够的啊，够不够？无够的，因为你看到主
個佢嘅生命裏面做善人之前，可能等大家做這個無教嘅人，等咱教時就等到八足啦嘛，八足等到無上面叮噹啦嘛，十八手頭十八八足，哇多了，賣足半行啦，賣叮噹啦。等一個八足嘅人，一個威嚴嘅人咩？八足嘅人是無上面叮噹，無上面改變。先講先。塞伦彼得第几刀经验得住意见得住经历得住经历得住这是真正是无够的有的人根本就无去插吧无怕你讲上帝耶稣就去做真正基督因为这本的圣经关于耶稣做一世人做的真正他讲的外界的你把它清清楚楚无你去看无有人根本无卡你讲，到底耶稣有做咩神迹，有官鬼有医病，有医安怎好，根本无关我的代志。当你安尼心想，你安尼思想时阵，你已经是八足，你已经满了，你已经是食个头水满了，未过度了。但你还只话讲咧，你都要做一个，忙做一个八足啦，爱做一个无教啦。彼得 Simon 彼得，伊个生命内面无教。伊希望个去主的位，主在伊生命内面有一个经历。咱看到西门彼得的经历，就是有耶稣去教伊的船。一个真实追求主的人，是一个无教的人。甲计较出比较，一个追求主的人是一个无教的人。哎呦喂，哈，对，阿妹，我第二集咱看到咧。怕苦的人已经两位人已经离开船了，去西望了。每一刀我咪讲了，每一刀放下时阵呢，每一刀已经做到尽量了。你咪收工的时阵，你咪收望了西望时阵呢，耶稣就去救你船了。哈利路亚！耶稣咪接救你船。每一刀咪想咪放弃，想咪放下时阵，我咪讲了，你行到尽头无路行时阵呢？耶稣是你落尾的盼望，耶稣是你落尾的资源啊 ，resources。咱搁接过来看，无够的感觉啊，弟弟 ，sorry。我这里第四站讲了了，耶稣讲了了，我对西门讲，将船驶到最深的所在，要将你把亚罗去抓。亚军，你知影无？耶稣讲出话时阵，西门彼得是讲咩话？阿先生，先生，阿耶稣，耶稣，我是猎户的，你是先生，我猎户比你食肥较济。哈，你是先生，你大细汉时阵咧，你做家事都搞，你做安怎做细狗伊都搞，但你猎户是我细汉。你应该听我讲的，你忙教我那种。有时咱的生命真济啊，真济人咱真啊会失望，真啊 frustrated 啊，真啊灰心啊。咁所以真济人同你讲真济话，哎呀，真有啊，真有话讲，想计较搞，你计较，你真有你个边个计较会，个强会，个了解会，个啲搞到那种，你真系 frustrated 啊，真系灰心，真系沮丧啊。阿志文，彼得唔识啊。是耶稣是一个木匠，伊老做家事。是啊，西门彼得是专门练会。我记我细汉时，我正十几岁囝时阵，我正是个钓鱼啊。我正是个招，有一道记我记，甲一大班的朋友十七个人，我坐岸边去到古老文恒店。古老文店是外东岸路的所在。去到东岸路的所在，就是无够十一月啊，十一月，因为十一月未钓鱼，已经水库真啊淹真大啦。我記得當時是八月，是不是？我十七個人西邊位置，古老本點到底水頂準三百啦，水頂準水又是如何啊？然後你那兩户啊，即船長，即船長的人講，啊，我邊啲貴價，哦，要請到幾隻蔬菜啊？唔要定，都定定交到期啊，咁你又唔是貴價，冇辦法咧。有啲行落買啊，比較調成咧，我啲調硬組，我依個債都貼你外所在，啲貴嘅所在啊，冇辦法食硬組。即係你講物件咧，我比較講你物件，即係拖鞋人啊，是伊嘅知識嚟，
苦海人是伊个暗解来，伊个搞来，伊个搬，伊个食搬，伊搬伊饿来，伊知安怎了无？伊知安怎了无？特别，今日说讲，我爱你寒到内存寒到深的所在，帮忙你。真济到主要所面对你生命内面做革命怎样？特别，俺们说俺们说看袂到嘞，因为你家耶稣讲。耶稣都唔知道，这是我的狗咧，我是狗猎户的人，你问狗啊，都猎户。当你用你知识，用你学界，用你聪明来探佢上帝性质时阵，你看未到性质啊！你声又看未到，突破了 breakthrough。阿姐妹，我鼓励你，你无论遇到啲问题时阵，你先扮到你狗，扮到你聪明。扮到你阿雞個樣，看耶穌就叫你盡丁做善者，阿咩？咱可能耶穌，有可能咱可能西門有一個好的態度。西門講粗話，往鬼咩流啦，你也無著物件，但你我可累話，我可累。真正到咱人的生命里面失去了，也是老走走步的人讲讲话讲走步啊！上帝要在你生命里面做善事时阵，要失去这个机会，你属于你无听主的话，都无听主的话。顶礼拜我曾经有一姊妹，伊困车目睭睁个过了，个牧师啊使翻来教堂，我使翻来教堂，因为目睭睁个太多了，该太光翻来教堂咯，你别来。都把酒整多了，喝死了，感谢主教机会经验，主来医治我嘛。所以讲你袂使无来，用太看不要紧，你来，我祈祷，你我叫上帝医治，啊医治你，我该祈祷啊，上点上该宣布，马在困车，累把酒不消了。这姊妹无怀疑，这姊妹领受上帝话。有人我真知道上帝要到咱生命来做善事，唔知道我宣布就唔惊，唔知有影哦，好笑哦，好啦，无影，即善事就流走。特别我即姊妹，神间姊妹，伊领受上帝话，伊用信心来领受，加一款车，我唔明记啲代志哦。甲我第拜三去小组参加小组时阵，我讲诶，安怎个目睭？哦，笑以后必须笑。我讲今次讲了，今次我好起来了。阿妹，目睭贵啊，我讲要同你讲。上帝的话，主耶稣的话是有大有灵力的呀，你知袂？是看你安怎个接受参领受上帝的话呢？咱个后边去真多个，真多个一个站，一旁。行早的时阵，我渐渐也痛苦，因为隔壁有一个啊白事故障。这白事故障是特别新做的，我等到咧生过来，咪长咧生过来，一长咧生过来，长生过来就咪属于一打了一流流血了，就流火卡，咁流火卡咧，古早无车共行烧火卡，是咧，我就咪去烧火卡，我讲真正麻烦，我自己搞别单时阵，我讲放假所以咩，我命令你全长，别生过来，过来要打伊。我唔同情嘅，你嘅，但你做未了，行出去看，打看咧，就爱怎看，是咪打起只？隔壁还够票，特别你回来咁打，一边抄一打。阿咪主，我从来无怀疑上帝话，我无怀疑我宣告讲嘅话。只要知道咱怀疑咱家己嘅话，唔系讲怀疑主嘅话，咱家己嘅话，咱怀疑啊，咱对家己讲嘅话无把握。阿姐妹。上帝话是多灵啊！上帝话会改变，阿咩？那个怎么来看？彼得是一只坎坷，因为为咩了？无了无着，可能这个点声的人，如果想甲彼得安尼款面对安尼款的苦难，安尼款的环境，你已经存落了代志，搁是只市场。你尽力，你尽量甲你个办法了，你个物件都是无改变。你可能在想到底上帝无教我有教我工作无教我工作，我去甲你讲一个无上帝无事。
有时上帝批准可能来到你生命里面，是因为怎样？为了你，为了你的经历而已，来经验而已。大家讲，可能是第好的点声来经历主。啊，大家讲，可能是第好的点声经历主，阿弥陀佛。如果说，咱们是人啊，人的体，人的本性是啥物啊？人的本性是惊吃苦，是无？我苦无你苦啊，我唔爱吃苦，就对了。但是因为咱人的本性惊吃苦，但表面你要讲上帝话，像彼得以前咁样讲，唔是干了的苦是无谓的。有的苦，何如国家亲近主的？为咱些好事呢？你看伊无来礼拜堂了。有一个为人好势尔，伊就看见人了。你讲诶，今日是礼拜日，你过来去拜主，哎呀，无便啊，我就贪食要紧呐。有时可能是好个啊，有时我来矛盾啊，食济，但是专门要读书，几多话好，我几多，几多好势个，伊就无来啊。到底几多伊好，还是几多伊无好较好啊？你看几多无好被看到伊，几多好被看袂到伊啊？我其他矛盾就是，听专门。人人苦有时的苦是何如经历着做的？你为生命爱大限，爱大限啊！有时吃济苦是何如大限？阿门！哈利路亚！人接落来看，那是你对，你今日人我讲世界上有三种的人，那咱看嗰只啊，即阿妈未记得，我来未记得啊，老啊就真变。那看他妈西隆彼得一帮忙都去钓只鲸鱼，看到了啊！一帮不被破去啊，破个上摆要叫第二只船来到手了，这是效应啊！今日要问，人讲这世界上有三种的人，你到底是哪种人？对吗？头一种的人就是你等代志发生的人。今日你来讲，今日你来讲，等代志发生的人。第二种的人是何大志发生的人，家己来讲何大志发生的人。愈来愈细声啦，愈低哦，愈低哦，有啊。第三种的人，唔知阿咪大志发生的人。今日都是嗰一种的人，一个是等大志发生的人，一个是何大志发生的人，一个是唔知阿咪事发生的人，佮到底是嗰种的人。听住埋，我呢头讲件故事。这故事是点样？有只真出名的牧师，就去出外国去传做只报道，古大会啊，报道会对来坐飞机对来时阵，伊在乎伊秘书来讲，哎呀，牧师，如果要提前交通讲道，一只牧师讲，我有咩事要去讲道？用伊在乎讲。我啊，大女士，你想想，今日要去这交通公路，所以这牧师真了无奈啊，是啊，牧师真济无奈啊，啊，做啊，一工啊，佫无限听，唱佫袂继续做工啊，所以个无奈的心情就去了去公路了。到底聚会位咧有一个查甫，到底聚会一段时间有一个查甫人姐妹起来分享一个啊见证。这姊妹讲啊，到底啊，美洲有一个所在，有一个宣教士、宣教师去。一边开一个老门厝了，然后到甲请真济人，特别把你要减五千块，然后这姐妹咧，就祈求牧师，你好唔好为这代志来祈祷？有只牧师讲伊，唔系，我唔系祈祷，因为别人着车惊咩事，阿咩事？伊讲唔系咧，规个聚会的情形啊，的气氛啊，变得介。紧张了，但人我无明白，安尼有意义的代志，咱做这牧师卖几多呢？这牧师坚持卖有这代志来几多？但你讲，但你为做咩唔叫我讲？我为做咩？伊个大爷剥下伊牙，伊个面白出来，多伊个出来个了。我第一有十字箍半，哇！哎，牧师你介好命，有存十字箍半第一，有第一十字箍半。我爱做呢，要将这镭个粒掂到啲红气镭，我爱攞得个冷，乜何将呢搏击嘅镭，镭镭咩镭倒出嚟啦，吃到啲红气镭。等伊讲了后嘅时阵，等人看了伊唔敢出声，
啊是无够，我提个啦无够，我每出我规条只，我开五千块个。你莫说讲，也一早借钱没有讲，哎呀，莫说我明白个意思，如果明白个意思，如果明白个意思，我都已经下落去啊，你都阿未下落去，如果明白个意思。昨天姊妹们讲无奈，也要回白起来，也把一寸微微回白，把一套给下落去啊。然后莫说个对了，另外一票，哪一对是啊？对是啊？对是？对是？一票就给收方向，差不多惊，安尼一个人收，差不多惊正点钟，正点钟后了，就甲了个，哇！为了面下姊妹，真了认真莫说，因为一人将去倾奉献。停啊！我以前有时啊，咱个消防员，你安尼咱消防员哦，安尼消到破喉哦。那是我安尼消了后，下礼拜都过出下礼，我个证明讲是真系几多好了。我是安尼消下礼拜都无来，我讲拜拜啊，我再都无新做。有时咱变安尼消防员，介只讲是新做无新做哦。结果啥物？结果即防线消了后。中共傾的會有七千幾項，有些牧師說我沒有這樣說過，其實牧師說有一個最好的道理，對不對？對不對？如果我沒有這樣說過，他繼續說，攏中間有出出的七千塊，會倒下手一個老君主，攏叫我祈禱到上帝，攏是好事情發生的人，還是壞事發生的人，還是不知道壞事情發生的人。我要經歷主哦，你問單大事發生。我要經歷主哦，你咪做夢查查夢仔夢仔老夢仔鬼。一個經歷主的人 ，experiencing God 的人，一個經歷主的人，伊是好大事發生的人。阿門，阿門。家裏邊家出邊講，你是好大事發生的人。阿門啊！真可笑。对主的话是真啊要紧的，对主的话，阿咪就是叫对主的话咧，对主的话就是你愿意改变你思想态度，心情发生了。到底阿未这代志发阿未发生之前呢，彼得是一个无出名的拖海的渔夫呢，掠夫的人呢，但彼经过这代志了后，兄弟姊妹，伊是一个上帝大大使用的使徒，当伊都无闲的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上帝爱都回转，买试试，换了古早的办法，用了古早的知识，用了古早的干料的阿盖来做物件。不是单单只能专注、专心到佮你工作，专心到佮你生活，专心到佮你办法嘅。主讲你要看准到个最深嘅所在，主讲你要跳出你旧的框框，主讲你要加加去 try 新嘅物件，主讲你要加加入新嘅所在，主讲你要跳出你惯习做嘅物件。人关系在你家里做关系做的东西，你看不到心情。有人说我新主二十几年了，牧师，我说其实你不是新主二十几年，你是新主一年，你未必做二十一年这样的东西。新主不是来搞东西，打一把钱。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和你坐得掉伊的。真实基督教的信仰是和你坐未掉伊。过落坐代志咱无会做做，过落坐代志咱无解决掉，过落来落坐灵魂无救，过落坐福音无传掉，你坐未掉伊。那是你坐得掉伊，你的基督教信仰是无问题的。真实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会予你真正会切，予你为着主的物件，你继续来做。阿不是讲你古啦，阿不是我讲你牧师阿达安静咩病，咩个要来开一间教堂来卖啊？第六间，阿不是讲你病病做咩？我知影福音在度要传，我知影灵魂在度要救，我知影上帝国在度要发展。阿门。
个真实基督教的信仰是很多借的了，借了伊公司都借死也够了。妈的呀！十八章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是叫你满满的信仰。这点小方面你还之外，上帝挑战做你。我讀起，我每一個人，我相信上帝有一個 challenge 同你成。你有回應上帝話，你是咪讀起是真失望的感受？你是唔是讀起放棄啊，放棄啊？你是咪感覺真正閒，真正疲憊，真疲勞？還是你今日坐喺度，唉，唉聲嘆氣，唉，我唔知邊樣做，啱又冇唔做。啊！是不是像彼得那款主，你的话讲我就行，你的讲我就听，我行到西船西到底深的所在。圣经讲伊啊，结果满载而归啊，结果伊要叫另外一顶船来倒下手伊啊，养产的姐夫来做咩？啊，养爹的咱姐夫来做咩？都晓得哦。小 fish 啦，就是啦，愈济个时阵，人会变小 fish 咯，袂有咯，小 fish。再怎么，不是，要是袂有，要是小 fish。圣经讲，彼得放落一切来跟地主，那是你属灵个生命，袂叫你放落来，你属灵生命个可悲。主的信任是要叫你更加愿意放下你担当下来，偷起下你来拔你来扎你的事情，让你的专心来管理。主的信任不是叫你会载了我这世界的追求，来去叫你放下来服侍主。继续，你继续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查某囡仔，细细的囡仔。考了找老牧师，不是咱老牧师，一个年纪老牧师，一边考一边讲：“我未放手，放手我就输了。”老牧师甲伊讲，再加一个好者，听下老伯甲伊安慰讲，甲伊祈祷安慰，再要甲伊讲，听伊讲个伤心事，了阿手来祈祷，甲伊讲，放手无代表无关系，只是咱人伫代替别人来做事。帮手无代表咱人无关无差别，那是明白我袂使控制别个人。帮手唔就是卖各卖提供个了的答案，学别个人落去结果来学学习。帮手就是承认我无落用，学结果唔是我来决定。帮手就是唔是。try 去改变别人，还是支持别人，乃是改变我自己。帮手是关心，不是操心。操心，帮手就是替别人呼救，表示支持。帮手不是批评，乃是和对方有一个尊严。帮手不是控制结果，和别人自己决定。帮手不是过头的保护，过分保护。帮手是和别人面对方式。帮手不是否定，是接纳。帮手不是唠唠叨叨，不是跟人家啰，那是事先哦，家己的错。帮手不是强求凡事照了家己意思行，那是接受现实。真珍惜每一个点声，帮手不是批评啊勉强别人，那是努力不懈成为一个家己一个理想中的人。帮手不是为了过去来结仇，那是继续来大汉长大，为未来来过。帮手就是惊，叫手都无惊去爱。你爱手嘛？如果帮手无，甲你计划出边讲帮手，帮手咩？帮手啊，咩？
弟兄姊妹，耶稣通教会了，跟住结论什么？耶稣爱到祈祷最深，主爱到改变对路听，主爱到对心改变对命定啊，对 destiny。主爱好多新的 direction， 新的方向。主爱好多新的目标。问题是，愈听伊的话，愈像彼得讲：“主啊，按照你话，我愿意。”弟兄们，我要甲你讲呢，愈惊天的决定，愈惊天的决定，影响三五年后的生活。今日我徛在台顶讲道做牧师，是因为三五年后、三五年前的决定，我要行一条路。你的未来要行怎款的路，是今日的决定。真侪人不要做决定，阮真侪人做错决定。我古早我是因为错的决定，行冤枉的路。离开了主，离开了教堂，去外口社会，趁食七八年，趁真啊侪钱，真美会趁十几千块，心无平安，心内面无欢喜。你看到个你外心未满足，你想要我这满足的心，不是用你的满足，对，原来外心的满足是上帝来满足。如安怎决定？今日我要决定，你决定要将来的日子。过去的我，过的是一个醉生梦死，大家呢无像查某，大家呢无像诶，这个了会使。今日你要决定安怎看你生活，你决定要将来。